主料米饭半小碗，手撕海苔一张，辅料手撕酱油、手撕醋、番茄酱、沙拉酱、芥末、鱼子酱、黄瓜条两根、萝卜条两根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米饭加入寿司醋备用，各种材料工具备用，红萝卜黄瓜备用，铺好寿司帘，放上寿司海苔，铺上米饭，抹上番茄酱，抹上沙拉酱和鱼子酱，铺上红萝卜和黄瓜条，开始卷楼。卷好楼，切开装盘，倒上寿司酱油，再挤些芥末，可以吃喽哟。烹饪技巧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